贺兰山东路矗立着规模庞大的建筑遗址，将近千年的时间无人问津。终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神秘遗址的身份被揭开。那片古老的建筑群正是西夏的帝王陵群，他们在当年究竟是什么模样？在上百座陵墓中，究竟哪几座属于西夏的帝王？这些陵墓中是否隐藏着无限的宝藏呢？无数的问题等待着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去探索，去发现。1972年7月，年轻队员们的一项考古发现，让一个尘封在历史深处的国家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西夏，这个繁荣发展了190年的国家，曾与宋、辽、金等国先后并立，却在短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几乎寻不到一点踪迹。近千年后，贺兰山东麓的古遗址被确认为西夏国的墓葬群，这个神秘之国的大门也即将被缓缓打开。《宋史·夏国传》中对于西夏的记载十分简略概括，关于西夏帝陵的文字更是凤毛麟角。西夏一共10位帝王，加上追封的2位先祖，共12位。史书中并未提及最后3位皇帝的陵号，很可能由于战乱的原因，最后3位皇帝没有修建陵寝，只有9位帝王在贺兰山东麓建造了陵墓。除了大体的位置、帝陵的陵号之外，研究人员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的线索。贺兰山东麓的几百座陵寝中，哪9座属于西夏帝王呢？考古队员们要如何在数量庞大的陵墓中找到帝王陵呢？最初，队员们想通过陵墓的规模区分帝陵与陪葬墓。一国之君的陵墓理应比陪葬墓占地面积更广阔，气势更雄伟。奇怪的是，在几百座墓葬中，规模较大的有10几座，远远超过《宋史》中记载的数量。是史料的记载出现错误，还是在其中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西夏帝王陵墓呢？队员们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可靠依据的切入点。贺成真进入大家的视野。贺成真是西夏历史上著名的建筑师，他将为西夏陵的考古提供极为重要的线索。公元1020年，党项族正处在蒸蒸日上的过程中，当时的君王为德明，国力日益强大，德明决定迁都怀远镇，改名为新州，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市。贺成真
负责扩建改造党项人新的都城。据史料记载，贺成真曾经多次跟随西夏的使团前往开封府参观学习。如果说贺成真以宋城作为参考对象设计建造西夏的都城，那么西夏在修建帝王陵寝的时候也很有可能参考了宋朝的帝王陵。顺着这种观点，队员们找到了明确的线索。嘉靖宁夏新志记载，西夏的墓葬仿宋陵而坐，这是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宋陵。宋陵的整体布局十分规整，它坐北朝南，由南向北依次为阙台、乳台、神道以及核心区域上宫。整座帝陵中轴对称，彰显了中原王朝的非凡气质。考古队员计划以宋陵为蓝本，对几百座墓葬群进行逐个排查。西夏陵墓散布在贺兰山东麓，数量超过上百座，设计面积达50多平方公里，许多陵寝从规格形制上来看十分相似。要想从中找出帝王陵寝，犹如大海捞针，考古队员必须找到一个更为直观有效的方法。在考察研究的过程中，队员们发现把西夏陵的设计方式简单地归结为模仿宋陵并不科学。西夏的陵寝中有很多独具特色的设计，寻找帝陵的线索其实就隐藏在西夏陵的格局之中。考古队员们在每一座西夏陵中都发现了一块特殊的区域——月城。党项人为什么要设计月城呢？宋帝国建立后，党项人一直是帝国西北方重要的藩镇势力。公元982年，宋太宗赵光义削弱藩镇力量，命令党项贵族离开夏州，举族迁往汴梁。就在所有人都准备前往大宋都城的时候，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姬谦。姬谦带领着家族乔装出城，踏上流亡之路。姬谦渴望将党项人带往一个辉煌的未来，历史终究没有给他机会。在一次战斗中，姬谦伤重而亡，繁荣民族的重任落在了姬谦的儿子德明身上。德明是一位善于谋略的领袖，他同时依附宋与辽，接受两国的封号，谋求党项族的发展。党项人渴望像中原王朝一样建造气势恢宏的帝陵，被历史铭记，受后世敬仰。但是他们又不得不考虑当时的局势。他是关兴孟来当皇帝，他对外对宋丞丞对廖丞丞，所以他的帝陵也好，还是他其他的这个也好，他都是一个望之规模。这是宋陵中的神道，神道两侧是高大庄严的石像生，只有帝王才能在陵墓中修建神道与石像生。
他们彰显着皇家帝陵的非凡气势。西夏帝王渴望自己的陵寝能够拥有帝制的规格，然而正在发展的党项人又不能逾越中原的皇家礼制。帝陵的设计者特意增加了越城这一区域，将石像生和神道安置其中，这既体现了西夏帝陵的威严，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原帝王的尊重。考古队员只要找到越城中有神道与石像生的陵寝，就找到了帝陵。通过这种方法，九座帝陵最终得到确认。广阔的贺兰山东麓，九座高大的陵墓分为两列，由西南向东北巍然屹立。西夏国的九位帝王选择这里作为他们的身后安息之地。新的问题接踵而至，这九座帝陵分别属于西夏的哪位帝王呢？考古队员将希望寄托在破碎的石碑残片上。在考古工作中，文字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可以从石碑残片上找到关键字眼，那么就可以确认帝陵的身份。这是队员们在西夏陵中发现的方形石座，石座顶部平整，正面雕刻有力士像，力士面容凶悍，双足巨地，这应该是王陵的石碑座。石碑座置于碑亭之中，用于托举石碑。如今碑亭已完全不见踪迹，只留下一座座厚重的石碑座。队员们根本无法从石碑残片中找到任何关键的字眼。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残碑的时候发现几种现象，有的呢就是关键的字它就不会出现，你比如说某某皇帝，他肯定上面那个某某那两个字就他给你就印就糟掉了。西夏帝陵的破坏并不仅仅体现在石碑上，考古队员们发现了更为触目惊心的景象。中国古代帝陵无论规模大小都会设法隐藏墓道，防止盗墓者的破坏，可是党项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故意在墓道之上堆起一道矮矮的土坡，将墓道暴露在外。那个墓道填土呢都是隆起，像一个小淤积梁一样的，是吧？很明显这个墓道，所以我们发掘这座墓根本就用不着去探它墓道哪在哪个方向，就很清楚这个它墓道是这样。这可能是党项人的一种习俗或者审美习惯，可是它的存在却为西夏陵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破坏。贺兰山东麓有几百座西夏墓葬，每个墓葬的淤积梁尽头都有一个巨大的坑洞。几百年前，破坏者就是通过淤积梁确定了墓室的位置，从而对墓室进行了大肆的毁坏。面对面目全非的帝陵，队员们要通过什么方法来确定他的墓主人呢？通过地面遗迹确认帝陵的主人身份似乎已经不太可能，考古队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派钟侃率领一部分考古人员开始对地面破坏最小、现在编号为六号的帝陵进行地下挖掘考古工作。另一部分队员对现在编号为七号的帝陵展开地面考古调查。
队员们都满怀希望，期待在这次行动中能够找到解开西夏之谜的突破口。六号陵的挖掘工作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正式开始，工作的难度远远超过队员们的想象，巨大的工作量、塌方的危险、难耐的高温，都消耗着队员们的意志力。挖到墓室下面的时候是24.5米吧，相当于8层楼高呢，这样的话，在下面工作的人，你抬头一看，就是一线天，所以这个很害怕，心理上就是承受不了。与此同时，七号陵的地面考古也在炎热的天气下进行着。考古人员在七号陵的碑亭周围发现了大量的石碑残块，许多残块上篆刻着西夏文，其中很有可能隐藏着关于墓主人身份的重要信息。可是对于西夏的研究刚刚起步，能够辨认西夏文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对七号陵碑文的研究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元昊，西夏的开国皇帝，他大张旗鼓地推行各种政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造文字，创造党项人自己的文字。1032年到1036年，这10年时间，完整创制这个西夏文字。元昊的愿望终于达成，将近6000个文字在整个党项人居住的地区推广使用。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东方文献研究所保留着一份珍贵的古代文献，这就是文海，党项人的文字字典。专家在文海中发现了5000多个西夏文字，其中常用文字2000个左右。正是这些看似复杂的文字，成为了西夏地陵解密的关键。转眼到了第2年的夏天，经过1年艰苦的清理挖掘，神秘的六号陵终于被挖开，队员们进入甬道。甬道破坏十分严重，两侧墙体的白灰也已经凋落大半。当许多人心灰意冷的时候，一名考古队员有了意外的发现。甬道的墙上残留着一幅50像的彩色壁画，50像的下半身已经模糊不清，但仍然可以想象出它当年绚丽的色彩。甬道的尽头就是墓葬的核心墓室所在，在这个尘封了数百年的墓室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保存着什么样的遗产，能不能找到可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文物呢？就在钟侃带领着考古队努力打开墓室大门的同时，六号陵地面遗址的清理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地面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琉璃残片，这些琉璃碎片体积巨大，花纹奇特，在场的许多人都不知该从何入手。
考古队员李志清的心中早已有了答案。李志清大学时学习考古专业，同时对中国古建筑也抱有极大的热情。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些琉璃碎片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推测出它们原本的样貌和所在的位置。可是，一个问题却让他一直很在意。根据这些碎片的体积来看，这个物件的体量似乎有些过于庞大。这件琉璃物品真的如他所料想的一样吗？几天之后，李志清复原出了一个巨型的建筑构件。这件龙头鱼尾的琉璃器件，正是中国古代建筑屋脊正脊两端的脊兽螭纹。这座螭纹辨识着鳞纹，高达1.5米以上，长约0.8米，表层是光润的绿色彩釉，形象威猛生动。在中国古代建筑中，虽然这种螭纹并不少见，但是如此巨大的体型却是中国首例。这件国宝级的琉璃螭纹成为了西夏陵乃至唐宋时期建筑的代表性器物。拼凑出螭纹的消息让钟侃和他的考古队员们更加充满信心。墓室的大门终于被打开，手电筒的光线照亮几百年以来的黑暗，眼前的状况却让队员的心凉了一大截。所以我当时对这座墓抱了非常大的希望，最后挖到下面还是被盗了。墓室内部已经残破不堪，尤其是西面部分遭到了更加严重的破坏。在清理墓室的过程中，有甲片、铁钉、铁兵器等西夏文物，陶瓷器也有不少，但几乎全是残片。可以证明六号陵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直到最后，钟侃和他的同事们也没有任何发现。这一结果对于所有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破坏最小的六号地陵尚且是如此情形，其他地陵的状况自然不容乐观。对西夏陵的考古研究陷入了僵局之中。就在此时，一名年轻的后勤工作人员正在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七号陵碑亭出土的石碑残块深深地吸引着他。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将为西夏陵的考古研究带来一个全新的局面。九座西夏帝陵终于确认，谁是帝陵的主人成为又一难题。九位皇帝的墓葬是根据中原帝陵的布局方式安葬，还是另有神秘的排列方法隐藏其中？主流观点受到质疑，专家能否找到真正的答案？巨大的谜团等待考古学者去探寻真相。